弟兄姐妹们平安。求主使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侍奉你，口唱心和赞美你，更求主使我们的人在这里，心也在这里。我们愿意专心仰望在你的面前，愿你在今天的诗歌敬拜中得着当得的荣耀。特别求主将你歌唱和赞美的灵放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把最美妙的歌声献给你。我们现在开始赞美敬拜主，请起立敬拜主。向你敬拜，愿尊贵荣耀和感谢都归宝座被杀羔羊神羔羊。
是我却不明白说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，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，我从前曾为了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，主啊，恳求你持续带领我们更多浸泡在圣灵的江河中，求你让生命之教会所有弟兄姐妹都走进圣灵的江河里，使我们死水的生命能够得着医治，成为活水的生命。求你持续不断地翻转我们的生命，加添更多的渴望，时常浸泡在圣灵的江河中得着医治。求你充满，请起立一起颂唱圣灵的江河。我们欢迎你，圣灵，圣灵的降临。